Good morning, class。我们今天呢要做线上小考哦，小朋友有没有复习呀？我们来做一下单字跟句型的复习。首先呢，来，Camp, 好，这个，camp. 好，这个字没问题吧？好，这个棒球帽，好，棒球帽，或者是我们说的鸭舌帽。Umbrella, umbrella. Umbrella，小朋友，请问这个要怎么背呀、啊？老师教过要分段背，对不对？Bread，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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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d。它记得是两个 L，好，the umbrella，wallet，Wallet, wallet, wallet。然后我们分两段背，我 W W，我我 R 我，也是两个 L，the e 这边是 e 嘛，好，the L L the e t t。Let wallet，Workbook. Workbook. 好，分两段背。Work，前面就是工作这个单词。Work，O-R pronounce er，work，我，er，work。好，最后一个最简单啦。Book，好，这没问题。Backpack. Backpack. 好，分两段背，back，back，back，c k c k，back，back 呢？老师之前讲过，就是那个背部嘛，好，背部，然后后面的 pack，pack，pack，好，pack 是那个包包的意思。Glasses. Glasses. 好，glasses，g，l，glass。Glasses, g, l, gla, A at glass says。好，那它是复数单字。如果没有这个 es 的话呢，我说过 glass 是玻璃或者是玻璃杯。Gloves. Gloves. 也是一样，前面是 glove，gloves，alright，gloves，好，复数单字。Socks. Socks. R s r sa c k c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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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socks。好，这是单词的部分。然后句型呢？要注意什么？等一下我考的句子，你要注意什么？第一个是不是要先判断说这个单字是单数还是复数？有没有？上次讲过，其实讲过很多次了。好，然后呢，如果是单数的句子，好，单数你就是要用 is，OK，whose，好像这句话Whose cap is this? It's my cap. 好，whose cap is this？好，whose 这个字麻烦你要背哦，好，没麻烦你也要背哦，好，whose 谁的？好，我们说 who。哎呦，这样子写会不会太慢？好，who 呢？是谁嘛？问人，whose 就是问东西是谁的，whose 谁的，所以它后面一定是加东西。OK，whose cap is？好，单数是 is，如果是近的话是 this，远的话是 that。好，那回答全部都是这一句。Whose cap is that? It's my cap. Whose cap is that? It's my cap. 好，那个回答的话呢，如果是我的，好，我的 cap 就是 my，好，这边有，好 my。那如果是你的，your，男生的他的，his，女生的她的，her。那如果知道人名，
好，就是人名加上 EPS， 好 ，Tom 的 Tom's， 这个你也要背哦。好，这个其实我们以前就学过啦，好，再记一下 ，All right。好，那现在复数的句型，好，复数的句型改变什么？就是除了这个复数的东西，好，名词，还有这个 are， 对不对 ？is 变成 are， 然后就是复数的。然后呢 ，this 这就变成this 这就变成 these 这些。那 that 那就变成那些 those。好，那回答呢？There are 就是 they are 的缩写，好，复数的，然后后面就是谁的东西这样子。好，再听一次。Whose glasses are these? They are Tom's glasses. Whose glasses are those? They are Tom's glasses. 好，这样子没有问题的哈。好，那现在请小朋友呢，马上到线上的小考去做，好，马上到线上的小考去做哈。好，那我们待会呢，再来接下来其他新的课程。